今天的穿搭吗？其实还没有看衣服之前，我就想说过去几届都穿洋装，其实还蛮想穿一套很帅的西装。然后刚好我朋友麦小马他就设计了一套我非常喜欢的西装，就这么的决定了穿搭。要怎么看？我觉得我穿高跟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紧张，不过今年的话这一双算是蛮好走的，所以也还好。然后加上因为对，身上有蛮多昂贵的珠宝，然后都希望走路的时候他们不会乱动或掉，因为有些地方会有些。因为走红毯的时候有想什么？在想什么吗？对，其实没有特别想什么，除了目标在哪里。因为他们有说左转，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看不太到我要去哪里，后来看到就安心了。啊，罗哥，不是已经是了吗？就希望了，因为我其实蛮喜欢穿西装，然后也觉得头发该剪短了，就一切都配合得还蛮好的。今天心情还算 OK 啦，因为昨天看到脸书好友跟我奶奶一个事情。其实那件事情几天前就已经发生了，只是说，因为这几天处理事情的家人们有一直在跟我沟通，所以我的心情其实还好，倒是比较担心，就是说妈妈跟其他的亲戚。所以现在心情还 OK， 不会受影响。很奇怪的影响。会说，可是那个很奇怪的影响，我觉得。是今天要结束以后再讨论比较适合。谢谢哦，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。